今年的第二次出省来得这么快。这次的目的地呢是比上海更远的北京。然后我这次为什么要去北京呢？因为我要去选角了，就是网剧嘛，我要去看那些演员们的试镜，然后挑选我的男女主以及男二、男三、女二之类的。没想到朋友帮我打了一辆奔驰车，哈哈哈哈！那就好好享受一下旅途吧。马上要睡着了，我在想象那个画面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选角了。开车技术烂的人都不能托付终身。捧花呢？准备好的捧花先拿给我。哎，这。哎，不要用这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哦，我也是。是不是师姐？因为女演员不够，我准备帮忙带一下戏。还有实物表演，那就没关系。好，您 OK 了吗？对，我这边 OK。我都准备了好几天。就爱管事儿，未来更是个工作狂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要碰我！郑泽远，哎，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？还好算惊吓。我在思考为什么这家酒店没人，是因为我来的时间不对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酒店吧。在这里拍照，但没人给我拍照。Hello， 万叫回声剧场。嗨，被你杀了，不是很感谢。这里是他们的展览，因为现在没有画展。演员还在确认中，下期见啦，宝贝们。